到了这个点。所以你今天用我们林大哥的在地芒果。对，所以我今天呢就教大家做两道芒果料理，一个就是我们常吃的芒果骰子牛。我们常吃到，为什么？我蛮常吃的。哦，你蛮。我蛮喜欢把芒果跟牛肉混在一起。了解。然后我们再多做一个你喜欢的甜点，而且它是这种米其林等级的摆盘。你只要做出这道甜点，任何上至80，下至10岁都会喜欢你。从少女到奶奶都会爱你们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相信我。你不是宠妻魔人吗？是是是。那这道一定要学吗？好的好的。那你不是？我也算宠妻魔人。妻奴吗？喂，100%听老婆的话，就是这个。宠妻魔人就是妻奴，对的，其实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来，但是一开始我们做骰子牛的时候呢，一个小小诀窍要教大家，因为我们都会先腌一下肉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骰子牛的牛排来，我们就挑一些比较软的芒果，挑软的，对。好奇怪，直接放进去，稍稍的把它那个捏碎，怪怪的哦。我们有没有吃过那个咕老肉、糖醋肉？有有。我们会用凤梨汁或青木瓜汁下去腌肉，用芒果的酵素，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软化蛋肉，软化蛋白质，然后又会多一个芒果的香气，让你的牛肉吃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的腻。来，然后我们就瞬间把它稍微过一下下，就这样子，很简单。哦 ，Oh my god！ 这种叫大肉是吗？过一下油。就是芒果量没有放很多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就只是腌一下这样，稍微把它过到大概6-7分熟。对，这个跟炒的效果不一样。对对对对。哎呦，对，这样是大概弄到5分熟的。是的。好，来，把它盛起来。牛肉过完油之后呢，就得煸香一下我们的蒜片，接着把我们刚才过好的这个卤肉放下。哇，好香好香，受不了了。我们要用第二种油，用点蒜油来煸它才会好吃。哦，然后让它表面有点像这样子，焦焦，恰起来恰起来。对，这个时候一下爆洋葱，哦，再拌一下，让它这样子有没有干干的，只剩下油的时候呢？你们刚才一直问我芒果在哪里，对不对？来，芒果在这个时候。红中你的 scar， 因为芒果其实不能够太快入锅，会烂掉。对。那我们就把芒果大量的放下来。Are you sure？ 好奇怪哦。这个量很大嘞。稍微炒一下，让那个芒果的汁能够再跟我们的那个牛肉汁融合。这时候我们先加一点艾美最喜欢的香菜。因为我们芒果下去之后，可能我们有时候会做芒果虾球啊、芒果鸡柳啊，其实道理很像，绝对都不能够温度太高。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油已经有点变色，像这样子，芒果的汁其实已经慢慢流出来了。其实这样颜色蛮漂亮的。对啊，还有一点勾芡感的时候，哇，还能翻，你这个手腕力量。哇塞！最后再放一点点的辣椒，漂亮漂亮。提色。好的，一点香菜。好，来。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芒果骰子牛完成，服了吧，森达，服，真的很难养。来，一开始我们把芒果切盘，然后这样轻轻的拿起来，然后接着布丁放到碗里面，先不要挖到焦糖。我们就是略微的把它弄碎，因为这种布丁其实做成酱汁非常的好。哦，它是酱汁哦。对，有没有很快？因为我们在做布丁弄成酱汁的时候，其实就很快。这个叫略微的捣碎啊。对，懂。这就是极致捣碎，它感觉已经打成汁也差不多。放上来，然后把布丁放上来之后，打上一般的红糖。对，然后请你帮我用喷枪做一个焦糖炙烧。好香哦，是吧？整个那种焦糖的香气就出来了。可以把它烤到整个脆脆的吗？对，就是要烤到它整个脆脆的。这样子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到甜点的层次，这样就完。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就是用布丁去取代，有点像英式蛋奶酱，你要做一个卡斯达拉或者是很高级酱的那种感觉。所以只要撒上砂糖，跟一点点最后帮它提香的炙烧，这样子就好了。芒果焦糖布丁就完成，对，完成。这样子两道菜就完成，完美 ，Good job， yeah， 吃饭。可以吧，你那个
这样子芒果料理的变化，你觉得 OK 吗？哎啦，那你们两个先帮我吃这一道啊，尹大哥跟巴迪先帮我试吃点点，我们大家再交换一起吃，好不好？你先帮我吃主食啊，一定要搭配芒果一起入口，这个搭配真的很强很神奇耶，对啊，哦，糖醋里脊的概念，甜甜咸咸，咸咸甜甜的，就像那个夏威夷披萨，我也想吃看看，真的。小朋友会喜欢芒果，很适合搭配海鲜啊或肉类的料理，因为它会让我们的料理变得比较没有那么的腻口，而且它其实算是我们现在很多南部版的菜，尤其是像台南，我们几乎都会放，因为盛产芒果。以水果来入菜，其实是台式料理里面一个比较新式的一种做法。像你们家的肉夹馍，如果加一点芒果果干，那个其实也不会违和哦，很适合夏天吃，很适合夏天吃，开胃，好棒哦。那林大哥，帮你帮我品尝一下，因为给您品尝，我就有点紧张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芒果它重的啊。哦，是。对呀、啊，林大哥，帮我吃一下这样子的甜点啊！你一定要挖到上面那个酱汁。用这酱汁。林大哥的表情，怎么样？很好吃。老婆会喜欢吗？会啊。后面一直说这是宠妻料理，我觉得要，所以要女生喜欢才算数。试试看看焦糖芒果布丁。芒果的香气，其实芒果奶酪就是很适合配这个的感觉，有芒果奶酪感，有点奶奶的，然后又有芒果的香气。所以其实我说这道菜是真的蛮快的，因为我们如果用市售的一些布丁啊去取代它的酱汁，然后再多一个工序去增加它的香气，就很棒。哇，这个甜点吃起来，我刚闭上眼睛一瞬间，你知道，我仿佛置身法国。我以为他跟我说他想到洛奇，没有，我以为是看到林大哥，一直到我睁开眼睛看到林大哥，然后才啊，原来我在最有人情味的林大哥自家打造出来最棒的露天厨房。哎呦呀，很会讲，好会辩论哦，真的是厉害。